赵医生，下一个要求是什么？下一步我们玩轮盘。你想要我的命？严小姐没告诉你吗？你夫人吃的毒药是必死无疑的。你想怎么玩？很简单，一颗子弹对应一枚解药，解药一共有五枚，但凡少一枚，你的夫人都将必死无疑。你现在可以靠你的运气为小蝶争取更多的生机。毫无意义。他的命少活一天我都觉得不行。你什么意思？五枚子弹我只开一枪。很好啊，一次激发换所有解药，这样更刺激。来大帅也该用药，我那时受的罪你慢慢品尝，我们有的是时间。大帅，我得恭喜你们，居然都活了下来。大小姐，你究竟还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肯罢休？这种可能性不存在。我不管你现在是怎么看我，我只求你告诉我，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救聂真？把该是我的全还给我，不该是你的全部吐出来。这样的话，我可以考虑一下。不该是我的，当然，包括聂真。还能活着就好。
最重要的是，我喜欢你。沈小姐，听说你有重大的新闻要宣布，有什么事？什么消息呢？与聂府有关吗？请大家安静。各位记者朋友们，今夜将大家召集前来聂府，只为了宣布一件事，有关于我的身世。我并不是沈家大小姐沈清夏，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丫鬟。我叫小蝶，甚至连姓都没有。当日是出于私心，所以顶替了沈家大小姐嫁入聂家。如今聂家已经查明真相，此刻我将离开聂府。我与聂家少帅聂真的婚姻也就此作废。少帅，你醒了。我昏迷了多久？一整天了。小蝶呢？少帅，我问你，小蝶呢？少帅，少帅，少帅，少帅说，希望你好好活着。滚开！哎，少帅，少夫人说了，以你的能力，不可能被严冰冰困住一辈子的，但你得先活下去。滚！少帅，你等一下，小姐，小姐，请您回答一下，跟我说一下，你说什么呀？什么意思？小姐，回答一下吧。小蝶，少帅，小姐，小姐，请您说一下嘛，注意点，请您不要回避这个问题啊。是啊，小蝶，少帅，小蝶。死于共，孤独般落日与
和谁相拥，庸人谈笑风生，如辜负爱意的执着。